我是猴子老公。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北的士林官邸，今天难得太阳公公肯露脸，要带大家来欣赏2024画印台北的郁金香展。这里是士林官邸，位于福林路的大门。每次花展大门的左右两侧都会有别出心裁的装置艺术来欢迎大家。说到这里，猴子老公发现士林官邸每次举办花展人气就是比别的展区要旺，交通方便设施良善，座椅及厕所很多是最大的几个原因。大家不觉得郁金香是一种很神奇的花吗？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美丽，花型简单圆润又可爱，给人一种单纯直白又很热情的感觉，可爱到让人很难不多看它两眼。现在我们要往官邸内移动了哦。大家看眼前的装置艺术是不是很特别，真的可以感受到负责办展的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他们是真的费尽心力及巧思来筹备这类的活动。说到这里，身为市民朋友的我们，给辛苦的同仁们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吧。衷心感谢所有办展同仁们的辛劳，你们大家辛苦了。现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次花展的特色及相关配置。展期自2月22日至3月3日止，展示超过14万株30种来自荷兰及日本的郁金香，搭配龙年元宵佳节，以相遇祈福为主题，以缤纷的郁金香花海演绎各国的祈福仪式，让您不用出国就可感受到温带花卉郁金香花海的浪漫魅力。首先我们来到摊位市集区，香根园艺花卉农场这个摊位里面有很多跟郁金香有关的商品哦。取经后回到家也可以自己种植郁金香。接着来到了餐饮休憩区，这里有可遮阳的室外座位区及有冷气可吹的室内用餐区。天气好时在这里晒晒太阳，搭配美味可口的餐点，是不是很美好？士林官邸对行动不方便的蹲椅族朋友而言是个非常友善的花园。接下来的影片中大家会常看到他们悠游自在穿梭其中的画面。我们来到了 B 区风神的祈愿，风神的祈愿来自日本立波市的格子郁金香装置，承载着台日友好的祈愿，每当风吹来时为所有人转动希望和祝福，搭配上台北立波友好的装置鸟居纸鹤及祈福会马，象征着日本风神带给台北美好的祈愿。镜头中就是那格子郁金香，装置艺术原来是这个模样。台湾人真的很有水准，能拍
拍照都会自动排队，超棒的。还有红色鸟居，给办展单位按个赞，真的很有 feel 耶。猴子老公本来开展时就要来拍，但后来因为肚子作怪，又加上连日阴天没太阳，所以才会拖到今天才来拍这美到不行的郁金香。你有多久没跟家人朋友出来走走了？眼前的装置艺术很有趣哦，不难看出办展同仁的巧思及用心。太阳公公，别走太快，我需要你啊。接着我们来到了西区花海涟漪，有阳光衬托的郁金香才能真正展现出它独特的特质与魅力。不信请看下去，花海涟漪，郁金香花海与撒布，达照老师创作的水流装置艺术，碰撞出浪漫的火花，各式花卉营造出水流交汇，掀起涟漪的美景，邀请您体验感受到自然美材与大自然力量，透过装置艺术的光影与繁花美景，疗愈您的身心灵。My stomach in
Babes, they tower. Screams get louder. All I need is your hand in mine.下一趋势，敌区与龙相遇。与龙相遇，郁金香花海与各式观叶植物、草花建构的立体花迷宫，带您以不同的角度欣赏郁金香之美。立体的郁金香打卡墙结合龙年意象元素，走进步道，找寻恐龙身影，带您共同迎接龙年新气象。是一座恐龙迷宫哦，你看得出来吗？这个郁金香宝宝很可爱吧？哦，我看到了迷宫的入口了，大家一起进去闯一下吧。这座迷宫是由公园处员工设计与制作的花卉立体迷宫哦。围墙就是突破平面限制的立体花墙。你还记得以前你曾玩过的迷宫是哪座吗？最后玩的一座迷宫是台北花博公园里的迷宫，怎么办？有一种想去敲他后脑勺的冲动。这颗恐龙蛋也太美了吧，里面装个灯，晚上还可以发光哦。哇，你看起来好凶，我好害怕啊。台北有很多的韩国朋友来观光，上次拍灯会的时候就有遇到韩国妹子，
仿佛有一种魔力，难道是我眼睛业障重？接下来的区域是一区世界好运。世界好运透过世界各国的祈福仪式，为新的一年带来好运。您可以体会到过年台湾的天灯及灯笼文化，西班牙十二颗幸运葡萄，荷兰的风车，巴西海神节及北欧的幸运金鱼尾巴等世界各国充满仪式感的祈福习俗，让您大开眼界，啧啧称奇，祈求世界和平好运跟着来。代表着勇敢、勤奋、进取、忠诚、快乐、灵动和爱。西班牙人跨年时，在5月12点，随着钟响，把十二颗葡萄一一吞下肚，就能确保未来12个月收获满满。海神节会将装满花的小船送入海中，以祈求幸福。北欧相传看到金鱼尾巴可以带来好运，公园出铜人用观音棕竹手工打造，让天然的竹子以崭新之姿为您祈求好运。透过士林国小小朋友们充满创意的画笔，打造出一条灯笼廊道，将祝福带给来到郁金香展的朋友们。啊，猴子老公带大家来去一个大家来这里都不会去的地方。猴子老公是拿香的，但这里给我的感觉很特别，所以带大家来看看。海歌堂，以前老蒋夫妇于官邸内做礼拜的地方，1994年公告为国定古迹。
天呀，我真的看没有。见证展出春节花卉展，每日8:30到5:00，展到3月24日止。花卉摆饰若是放在大楼或公司行号的大厅，应该会非常的应景与气派。这若是找专业的公司来布置，费用想必很可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如此梦幻美丽的郁金香，以及这些漂亮又有水准的摆饰艺术，真的非常感谢所有参与办展的工作同仁们，金甲灰熊甘霞。2024士林官邸郁金香展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室外看花展有没有阳光，真的差很大哦。下次再见 ，See you。